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成。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信仰基督及听天主的话，记得要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 Patreon 上支持我们哦。攻读中途大事录，那时候门徒日渐增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抱怨希伯来人，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十二位宗徒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传扬天主圣道的工作而管理饮食是不相宜的，所以弟兄们，请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位有好声望而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派他们担任这项职务。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心祈祷和从事宣讲的工作。这番话得到全体的悦服，就选了德范，一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还有腓力、普洛哥洛、尼加诺尔、提梦、帕尔莫纳，以及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尼科格，请他们站在宗徒面前。宗徒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副手。天主的道渐渐传开了，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连许多司祭也接受了信仰。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义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因为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豁免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攻读圣伯铎前书。亲爱的诸位，你们来到主面前，他是活石，虽然人们摒弃了他，但是天主却拣选了他，珍视他。你们也像活石，用来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蒙天主悦纳的属神的祭品。因为经上记载，看哪，我要在锡用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信赖他的人绝不会蒙羞。所以基督对你们信主的人来说是一种荣幸，但是因为对不信的人来说，他就是工人所摒弃的石头，现在却成了污浊的基石，同时他也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跌倒了是因为不信从真道，那么这样的下场是预定了的。然而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子民，而是你们宣扬他的伟大作为，是他召叫了你们出离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中。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攻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心里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了给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力，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久了，
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请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不然你们也要所做的那些事而相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我做的事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今天是复活节第五主日，我们今天的读的是若望福音，他写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夜所说的话。这实际上是耶稣在整本圣经中最长的讲话。我们学到的主要内容是耶稣是神圣的，跟他说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是我们可以永远信赖的永恒者，他是天主。耶稣还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没有说他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是说他就是那条路。他没有说他找到了真理，而是说他就是真理。他没有说他找到了生命的秘密，而是说他本身就是生命。当腓力要求耶稣向他们显示父时，耶稣说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没有其他老师这样说，你的历史老师不能说我就是历史，你的科学老师也不会说我就是科学。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或旧约中的任何犹太先知也没有说他们是天主，因此要不耶稣是个疯子，要不他其实就是天主本人。作为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我们相信耶稣是天主，但是当基督说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耶稣创造的奇迹治愈了许多人，并对成千上万的人讲话。那么富尔顿救恩主教通过传播向数百万人讲话，圣方济邵务略比耶稣走得更远宣扬福音，天主教医院和慈善机构在世界各地工作。在天主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做伟大的事情。耶稣不是在与我们比赛，他是爱，希望得到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天主想得很远，他在召唤你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是正如耶稣所说，你们不要心里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This video was produc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Lord and the Virgin of Mataram in Taiwan. Thanks for watching!